陛下，您醒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感觉好多了？您看我已经恢复如初了。陛下也很惊讶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想到右氏的接骨术这么厉害。右氏给你接的骨？嗯，而且陛下的草药也是他给的。陛下，您担心是陷阱，对不对？我也担心过，不过那草药我尝过了，倒是没有问题。只要能让陛下活，不管是什么阴谋诡计，我都愿意接招。陛下，与其等着第三人来救我们，不如我们自救，您说呢？明日就是册封大典，大人又调派了50个人过来保护安王。据说，长明宫那边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一切就等明天。什么声音啊？册封大典专用的大曲。我在陛下登基的时候听到过。明日你就能再听一遍正式的了。陛下，真的要放弃吗？要不然手足相残吗？知否，悔否，欢喜否，朕很欢喜。陛下，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嗯，以前的陛下像弓，总是绷得紧紧的，现在的陛下以前紧绷呢，是因为舍不得皇位，总想要两全之策，可现在什么都舍得了。
义父。很好。你很好。你是大兴的新君，大兴的希望。好，来，本宫高兴，给你亲自戴上。义父，今日皇兄会来观礼吗？你想让他来吗？想。你是新君，你说了算。来人。在。去请齐燕，请他来大典观礼，在一旁看。本宫为新君加冕。是。满意吧？哦，对了，义父，这个王冠好像挺沉的。沉？这是大兴的责任。你怕什么？只要本宫在，你承受得起。义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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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义父。